今年所举办的台中国际动漫这个展览会呢，今天已经正式开幕。那今年的主题在苏老师的策展之下呢，就是以旅行冒险大家最喜欢的主题哈。那我们设在台中旧火车站里面，刚好符合今年的主题。今年的内容非常的精彩，欢迎全国的漫画迷。 到台中市哈，我们的动漫博览会里面来进行一场冒险跟旅行，欢迎大家，请启动，请各位朋友回头看一下，动漫的冒险正式展开。2022台中国际动漫会开幕仪式圆满成功，准备冒险，Let's go！